哎，可以，靠腰我就不会日文啊，我不会，我卖啊。啊，我卖，お兄さん。给各位看一下。你会想买一只回家玩？并不会。这应该是那个吧？这应该是那个对不对？哪个？那个叫什么 ？K O H O 的。K O H O 的是什么？在各位来到很像日本的地方哎，哇哇塞！那这边我相信以我的资质，一定可以认识到很漂亮的日本美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刚刚滑过去就有看到一个日本美，哎呦，看来就是这个了，各位，马上来搭讪一下，看有没有办法把到一个日本美。哎，嘿，嗨，すみません，嗨。啊，お兄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你等你哦。你从哪想？You speak お兄さん、大きいです。お兄さん、大きい、大きい、大きい。可以，靠腰我就不会日文啊，我不会，我卖啊。啊，我卖，お兄さん。你先夸拉下。看你俩开车。哦，逆赏夜市，什么夜市啊？我突然忘记了，愚人町啊。对，我今天来到了愚人町，没错。它前阵子开幕的时候，据说超级多人，然后这里是唯一全台第一个就是走日式风格的一个夜市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今天最近我不知道是怎样，当雨神还是怎样，没错，本来出来都一直下雨。本来要去某个夜市，但是没开，然后下雨，对，刚好辗转而至这边室内。就是因为今天是下雨天，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店家没有开。But， 我觉得也是不会打扰到我来探险的精神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出发，来去吃一些，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。OK，Let's、okay. go。不行啊，你要讲日文啊，你怎么可以 Let's go？OK，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，哇，一条一番街跟二番街，然后这边就已经有卖一些吃的了。空白的话应该是没开。然后我们刚刚门口一进来，然后这边的话好像是游乐区，然后桃哥马上就看到一间了，这个好像是，哦，神鱼片的是。谢谢，这么突然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太好了吧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我很漂亮，他是里面卖花的，然后想要送我花，这么好吧？好，给他工商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个，应该这是店名吧 ？Yep， Flor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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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ower， 他们的花艺还蛮美的莫名拿到一束花，他们是鲜花耶！哇，莫名拿到一束花是怎样？怎么了？他怎么没有看我帅气，然后送我花？哦，他这间还有卖这种的，还有比目鱼哎，握寿司哦。对呀、啊，女孩子真的是收到花，心情就会很好哎，厉害哦！你知道这是一个小魔法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收到花，心情就会特别好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心情不好哦？有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雨哦。对，不是，就觉得最近为什么拍摄，然后都一直遇到雨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。没错，赶快来开一下。赶快来开箱。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好饿哦！看起来很不错哎，其实看起来算新鲜的。因为我记得在这边附近好像有类似市场，鱼市场。对，所以鱼货应该是 OK 没问题的。对耶，你刚刚没讲，我没想到，对，它这边有鱼市场。哎呦，先试吃你的鲑鱼了。哈哈哈，我就偏爱鲑鱼。可以哈，新鲜的脸，它不会输鱼港这一份鲑鱼是多少钱？250。哦，250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对，鱼翅的话是100块，然后跟旁边那个是甜虾也是100，价格好像还 OK 哦。是，都可以是不是？那个脸，
哇塞！哎，这真的完全不输渔港哎，超级不输渔港的耶！开场第一间就如此之厉害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来，哦，这么好哦，快点来，多芥末，哎，可以也新鲜的。第一间有点优秀。哎呦，哇，台北有这种夜市就好了哈。许愿一下，他有没有推荐的，就是很好吃的，像这种这样子。的日式料理，然后在夜市的哪里？告诉我，我一定去吃啊！赶快来去下一家 ，Go！ 不能 Go 啊！你听我说，哇塞，各位啊，真的是包场了啊！老板真的是完全包场了，今天。你讲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哦，我说你包场了。好饿哦，什么都想吃，啊、有点难抉择哎。点了份虾球的老板，超级大大虾球。这个其实它一份100块，我觉得还 OK 耶，因为它很像我们去热炒店吃的，吃的那种。它分量其实跟热炒店差不多，好重点是它超大。没错。我眼睛比。没错，试吃看看。超级大，可是我可以预估得到它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因为它一看就知道是香吃虾。味道不太一样，靠呗，所以不是僵尸虾是吧？它是僵尸虾，它等于半僵尸。半僵尸？它没有那么脆。这是夸奖还是不是夸奖？夸奖。蛮好吃的。嗯，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。对，我吃的会开心的，加了。对，那我要 CP 蛮高的。嗯。因为热炒店上一份很贵。对啊。对，然后它是最小份的，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比了，像那个热炒店的分量。我还要买下一点吧，扣扣。你又搞错了呀！姐姐，姐姐，这是会上床吗？会啊！为什么那个女老板是你的忠实粉丝，不是男的？我还是有女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前几天去庙会，有女粉主动来找我拍照、欸，哎。哦，原来你的市场是走女粉路线。我是希望我自己可以越来越多女粉啊。Oh, OK。对啊，毕竟像我这么 real 的也没几个。哦。妙。你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个系列了，超级久。你有一阵子去夜市狂吃，疯狂吃脆皮猪，来了。脆皮五花猪，我们最后一次去吃是在宜兰，对不对？对，就那一间。那间很好吃哎。那间也是蛮好吃的。烤乳猪。这个通常眉头没有先皱的话，就比较不好说了。你讲一下你的感想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讲不出来就叫我讲。对啊，我们赶快找下一间。你们笑不？哇，它这里有市集耶，室内的市集耶。哇塞，酷！好像蛮屌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很少那种就是夜市，然后里面还有综合一些市集的东西。那有螃蟹耶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达摩哎。哇、哦，它声音是好听的耶。什么东西？好听的哦，跟一般那个铃铛不太一样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他是拿10块，然后去打那个老鼠。然后呢？打个10次就100块。哦，一发10块。就是拿10块放在那个里面，然后去打。哦，拿去射哦，那你应该会射个上万块哦。你要射看看吗？我觉得可以。10块钱放进去。手来，两只手，还有手扣的手。手稍微抬高一点，手稍微抬高一点，太高，往后拉，不用怕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不用怕，再拉，哎、欸，放，哦，第一次都有一个练习的机会，再来就可以，再来就正式开始了，哦，比较小心的，我靠，威力很强哎，太难了啦，哎、欸，你试试看，真的很紧，手好痛哦，哇，他帮我调的，我靠！我操，抽到奖！哇塞，手榴弹是啥？手榴弹，哇，里面包那个的。啊、你把手榴弹的机会浪费掉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。啊！差一点点。我打了，好痛啊！这边应该可以挑一个。没关系，不用，谢谢。好痛啊！啊，这里打手枪的，你要打手枪吗？我很重哎、欸，我拿，
这样吗？这是5.6公斤。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。完了，这个持枪法完蛋。你在干嘛啦？我不会啦，我要撞哎！这样哦，这样你在冲山小了。我们决定换小把的。啊，这个嘞，等一下，你刚刚说走哪？这样，你先拿掉了，手抓着，你手抓着，抓着，哎，对，手打，这样威力最大。你要射哪一个？红色。红色，右上角那一只是不是？啊哦哦，哎呦，有点感觉哦。哦，这个拿枪的姿势真的是蛮诡异的哦，射一个，哎，射到中间，我看到了，镜头帮你捕捉到了，有点难哎，我觉得我射到一个，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了。哎呀，有没有考虑买一只回家打你的狗？我有考虑买一只回去打你。好呀，关我屁事啊！哎，差一点。哎呦，有了，哇塞！哎呦，你今天有了哦，一个就好了。哎，OK。啊、干嘛？我被吓到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被他吓到。啊？我被他吓到。哦，你做那一只哦。我下一个超打理的，哎，这真的实在是太酷了啦！哇，哎，这还在画面具，哎，对啊，还有塔罗，半夜会吓到，是半夜会吓到这个吗？对，你有没有想要买一只回家玩？给各位看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要买一只回家玩？并不会，这应该是那个吧？这应该是那个对不对？哪个？这个叫什么？可以 OHO 的？可以 OHO 的是什么？做的蛮漂亮的、啊，其实蛮漂亮，可是我跟你有得比耶。好、哦，谢谢啊、哦。哇，然后它这边还有很像美食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应该也可以拿东西进来吃。对啊，对啊，室内的。突然感觉还好，我们不是那个时候它刚开幕的时候就来了。哇、哦，因为那时候看人家影片介绍没有这一区，好像就短短的这样子。对，没有这一区。对。好吃的串烧，好吃的串烧，赶、啊、快来买哦。想靠腰。为什么？哦，这个哦，一打开就有那个味道是，哇，很香哎！要不要来一串青椒？很 chill 哎，老板，他那边雨停了，终于啊！浪漫的。最近可不要再下雨了嘛！已经有些都应该可以再收了，现在才9点就在收了。真的没有什么人，然后现在这个时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夜市真的很值得逛，因为你看我们刚刚中间还有去的那个就是很像市集小铺那边，然后他们的游戏又跟别的就是夜市不一样。没错。什么脸呢？我没有点香菇啊。他都送你香菇哦。要问他吗？啊，其他的东西是对的吗？有啊。都有。你好像多给我香菇了，送你啊，谢谢。他说送我的哦，好好哦，今天又有人送你花，又有人送你香菇的，好害羞哦，他是不是在心安示我？哇，好搞笑，怎样？我帮你跟他讲一下。怎么样？心安示的香菇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还可以。它有一种给我一种居酒屋的感觉，它有一种亲爱的感觉。你为什么每次开这种话题啊？就是它有一种很熟悉的味道。哪一种熟悉的味道？不是，就很像我们中秋节会吃到的。哦，一家烤肉吗？家乡有一点像。我告诉你啊，对，因为店家实在是太少了，我有点太饿了。这边旁边呢有三家店，然后我觉得有点冷，所以我们去吃国物，好吧？真的、哦？对，最后一个。我觉得这边东西实在是真的有点太爽了。但好，旁边有一个叫小媳妇，听说这一间是旗舰店。哇，铁锅炖是什么鬼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没吃过。哦，感觉好像蛮酷的。我看他还要把饼然后粘在旁边。哦，真的、欸。好像还蛮特别的。大东北大火锅，中国料理。对，废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来进去吃，好吧？好的。OK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你刚刚想了一下。
你刚刚想了一下，小媳妇。干嘛？你只愿意当小的就对了。相公，请客来吃饭了。你要吃啥饭啊？炒饭。要不今晚来个炒饭吧？您觉得如何呢？我们这边没有炒饭哦，我们这边只有锅。而且你现在在那个逆光的状态下，长得蛮好看的哦。我靠，马上站起来是怎样的？我被蚊子咬，我被蚊子咬，好痒。怎样？你不觉得我跟这小媳妇儿有一点像吗？人家就说你好了啦，走。妈，神经病。好，这是张小啦，太大锅了吧？刚刚不是说小小一锅，这锅子超级大，对，比你还大锅哎，张小。什么叫比我还大锅？什么叫比我还大？你可以再前进一点啊！刚刚那个光。什么叫比我还大锅？我好像很聪明哦，我会躲光线哦。太小了，他刚过来跟你打招呼哦。琵琶湖家湖，哇！为什么要加水？这样比较不会那么脏。那他的吃法是把它剥开然后沾着吃吗？一般我们建议客人先吃原味。嗯。对，那如果觉得太淡的话，你就会有心。哦，那个饼碰起来了，哇操，好酷哦！哎，如果这是在冬天吃就很棒哎，不觉得吗？就是一家人然后围一个炉，然后在那边。而且人越多吃，这锅应该会越大锅。我也觉得。哦，谢谢。好像那个什么甜点。对，就像烤布雷那种感觉。哎，对，超像的。好可爱哦！先来吃一个原味。哇，初体验哦。好香哦。哇，你现在很漂亮哎，老板。朦胧美吗？对啊，超朦胧的。哎，这好吃哦。它是什么口味啊？它是甜的。你吃一小块，我吃看看。哎，这好吃哦。哦，好特别哦，哎，真的很甜的。对，甜甜的。而且吃得到玉米。对，它其实是有玉米粒的，仔细看它那一点一点的。看得出来。太腌了。看得出来吗？有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饮料。是他们这边特色，就这个，它有红萝卜，然后马蹄，然后玉米，然后甘蔗。哎，他刚刚介绍的时候，我觉得超特别的点，是因为通常这不是通常喝热汤吗？它这是冷饮哎。对啊，其实蛮特别的，突然变饮料的感觉。它喝起来就是有一点淡淡的红萝卜味道，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形容，你听我这样形容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玉米汤，然后冰的玉米汤，玉米汤。加甘蔗的玉米糖，加糖的玉米糖，对，但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就是你这样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它喝起来没有违和感哎。其实它的概念有在东北那边有一点像是我们台湾的卤味的概念，它就是慢慢炖，慢慢炖，然后炖到就是里面的菜都收汁，收到它里面这样子。然后他说可以用这个，然后去沾它的汁来吃吃看。哇。哇，还吃了一下，哎，好好吃哦，很厉害的感觉。可是老实说，因为它的酱汁会比较咸一点，所以会抢过它本身玉米饼的这个味道。对，然后我自己是有点偏爱单吃，因为我觉得它单吃就很好吃。对，哎，我有个突然有个想法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靠，自制那个肉夹馍，我靠，很嫩的感觉，一戳就烂了。哎呀，它超炖超烂的哎，快称我小天才，东北小汉堡。你要那个小媳妇来一口。哦，你傻。靠北啊。我要新家。妈的。来了，一口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看起来厉害，你这样吃，你这样包很好吃哎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嗯，超好吃的。哦，而且跟各位讲一下，它这边有两种口味，东北口味跟原味。没错。
原味是几乎由台湾口味去做调整，因为台湾吃的比较没有那么重咸。对。然后东北口味的话就是比较重咸。对。而且这个算是我们近期比较没有吃到的口味啊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对我来说吃这锅很适合扒饭。超好吃。好了，综合以上，我们今天吃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夜市其实还蛮不错的啦，就是玩的东西还蛮好玩的。自己觉得嘞，今天就是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最好吃的、哦、那个饼，就小媳妇嘛。啊，对。我说整个夜市，结果你讲的还是那个饼，对，那个饼蛮特别的。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蛮屌的。然后重点是它肉炖得很嫩，超级嫩，就是我刚刚直接这样稍微敲一下，那个骨头直接掉出来。好啦，我们影片到了最后，大家来这里都吃些什么，玩些什么呢？底下留言给我。那希望我去拍什么样的影片呢？也底下留言给我哦。好啦，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和点小的 IG 哦。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